我是吴宗宪，我是侯佩岑。哎呀，非常的开心啊，这等于说我们过完年之后第一次的录影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心情上是非常的舒坦，可以感就跟电池把呆力是一样，随时要充电。是的，有没有看到？你充电完毕了吗？我充电完毕，你有充电吗？有，我有充好电。可以看一下你的插电的地方吗？不方便。好不方便。什么话都是说的，好像我们是有什么，对不对？我有那个意思吗？你有。我就是那个。恭喜了。是的。哎，我们收视率狂飙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2004的时候啊，听说要创下本台数年来的这个不容易，哎，破的一个障碍记录。真的耶！在这里要恭喜他们，谢谢我们的乐队老师 Replay， 没有你们的话，谢谢，就没有这个节目了。我们真的要感谢你们，还有所有的工作同仁。真的真的。也因为这样呢，我们今年因为不景气的关系，红包省下来。先把丑话讲在前面，因为怕他们当中用一些怪怪的招数来对待。所以如果这一集你的镜头比较少是应该的，因为刚刚导播那边我已经发过了。你法国来来音的，开玩笑的啦。今天有一位好朋友，因为他赶飞机。对对对。这个、所以我们不要聊太多。他是国外的朋友嘛，你来看看这位，他的歌曲，你说你不喜欢，那是 Mission Impossible， 莫可怜的代志。每一个人都喜欢他的歌，尤其第一首为他演唱的歌，听说是我们制作人在未婚以前失恋的一首情歌。疗伤天后，所以他的歌曲陪很多人度过那个痛苦的时刻。我还是必须让倩云知道一下这个情况，直接就点名了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个男人他在婚前的所有荒唐行为，他只要没有跟你有交互感染的话，你就原谅他的，这个很重要。一起来欢迎我们交互感不是那个马来西亚超级天后梁静茹妹妹来喽！马来西亚超级天后梁静茹妹妹来喽！勇气！哇！哇！那个静茹，终于做了这个决定。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。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馨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只要你
到马上就收到你的新专辑、哦、有没有看到这个真的是让人感动的一刻了、嗯嗯、刚好是他十全十美第十张专辑，对，第十张专辑了，岁月真的是啊、哦、有没有看到修杰的膝盖都见鬼啊，一下就过了，对啊对啊、嗯、我后来刚才知道他根本听不懂闽南语、啊、一点点一点点是吧，嗯，哎呀真是，而今天他来还扮演另外一个角色，嗯，因为呢我呢刚好贵为他妈妈的 idol， 对对对，这种情况上次一起录影发生在很多艺人的身上，嗯，像我一个好朋友林寡魂也是他妈妈，我专门也是我专门管理这些女艺人的父母亲，对对对，接不到，接不到，对对对，你接是对的，哎，这个不要接、这个，哇，厉害了，这个是整人的一张专辑唱片，好，没有啊，为什么呢？后面的歌词写那么小，鬼看得到、啊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一次想说希望包装又精美，走那种比较气质路线，像书一样，像诗一样，所以那个字都好小，你已经变成这个时代里面的情歌最重要的产物，谢谢谢谢，对不对，连在纽约都常听到，要不然你问他，是啊是啊，真的我才去七天而已，不要这样子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而且在纽约有充电，我今天在录影，一直看到你嘴巴这边是怎么样？冻伤，冻伤，冻伤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好像轻太用力的那种。对呀、啊，破皮，冻伤为什么会在刚好嘟嘟正中间？这是一看就是被咬到。我告诉你，我真的是因为零下五度嘛，嗯哼，那想说来了，那没有打又觉得整个球场是结冰了，嗯、我还是照常上。哇，第一次看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鸭子降落在湖上面，哇！零下五度，那个湖是结冰的嘛？嗯，那每一次要三十几只，没有它下来就整个每一只。对呀，我想说那一只鸭子降落哇，一路好可爱啊！啊，真的是。嗯，接着下来我们要跟他聊一些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他唱了太多主题曲。嗯，对，蛮多的。八点档的主题曲都是他，第一首直接就来，好吧？那个一代女皇先用。我其实那一代女皇，像有唱过这个以前啊，像《无条件为你》这首歌就有搭过一个剧，《真女烈女豪放女》。对，就是她的副歌是这样子：无条件为你，不顾明天的安稳，为你变坚强，相信你的眼神，不敢想，不敢问，有一天怀疑的可能。哎呀，好听！这个多久？这个多久？这个好多年了。嗯，对。不过我觉得搭剧是很好玩，因为它可以帮助到那个歌，就是很多人就是都听到。对对，像这一次最近也搭了一部很好看的偶像剧，然后收视率也很好，所以成绩也很好。叫做是？叫做就是《拜权女王》。哦，其实里有好多歌，有三首歌都是跟《拜权女王》一起搭的。哦，杨锦华，杨锦华，跟今天软嘛。软金小天，小天是是，还有某一首像孤单北半球、啊、哎呦，我这个